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愿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，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，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，愿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，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，愿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，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，愿世间良善多过于邪然，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，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，愿生命随缘聚散，随遇而安。万物都回归。因为今天我们在海报上宣扬要超度所有堕胎胎儿，还有往生父母祖先，那不动佛最主要的力量，只要众生，不管任何痛苦的众生，三恶道的众生，只要听闻不动佛的加持，乃至见闻不动佛的咒语，必定当下脱离三恶道，必定当下脱离三恶道。就像他们现在仁波切在修法，什么叫修法呢？修法的每一个人不分高低，一定要升起一个佛幔。所以什么叫佛呢？就是原来我是佛叫佛，原来众生都可以成佛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原来众生都是佛，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，而不愿意承认，甚至用错误的想法，这些无明爱染，所以他不认识自己了。但是所谓修仪轨，跟我们在念佛一样，一定要当下认同自己是佛，众生也可以成佛。所以我想凡夫跟佛就差在这个心态，所以八关斋戒就要让我们活在这个心态，敬阿罗汉住，敬佛陀住，各位要有这个承担。比如说前面有个鬼你会怕，那叫凡夫的心态。那前面有个鬼，我现在念地藏菩萨，用地藏王菩萨的心态，因为你看过地藏经，知道地藏王菩萨怎么会怕鬼呢？啊，地藏王菩萨可以超度三恶道，可以帮六道众生，地藏王菩萨能乃至一个要下地狱的无间地狱的众生，见闻地藏菩萨必定不堕落，那你要有这个信心，因为叫南无地藏王菩萨，不但自己承担地藏王菩萨，更愿对方这个鬼这里拍画面呢，马上皈依地藏王菩萨，他就可以马上脱离鬼道。就像我们在超度的地方摆地藏王菩萨，抱了小孩子，
所有堕胎胎儿皈依地藏王菩萨，会不会马上超度？所以我们在监狱里面啊，特别在高雄监狱啊、花莲监狱那边都有执行死刑的地方，台北看守所都请了一尊地藏王菩萨。特别那个时候，监狱的管理人员大家都读过《地藏经》，大家努力捐钱，特别高雄那一尊啊，特别大，石头做的，很多钱。那为什么大家要捐钱？有信心，有悲心，要让这些不得不执行死刑的人进入那个走道，看到地藏王菩萨，一念皈依，等一下他枪毙了，就不会堕落恶道。一定要有这个，所以我们都会交代这些要上执行台的，你就这样相信，你舍报，你马上脱离三恶道，你一念阿弥陀佛，马上往生极乐世界。各位，我讲的这个道理，相不相信？这个就是佛法，如何让对方相信？所以现在我们很多麻烦就是不相信，我不多了，我不可能了。所以佛教讲了一句话很重要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藏传佛教讲一生成佛，那很多人就因为这样相信藏传一生成佛，不相信我们自己当下成佛，这个也是执着了。任何人南无阿弥陀佛，谁都可以显现阿弥陀佛的形象，去帮助众生成就阿弥陀佛的果位，啊，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跟他念佛？最后大家整天一努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是不是要好去极乐世界？啊，不然你念念欢喜的，有的人嘴猛念啊，无信心，您念到我要来困一下，因为念不下去，没信心，反而相信自己的妄想执着，我要来修道的，要来找男朋友，啊，要来跋筊。啊，我想。学佛最主要是各位 要有这个信，就像有时候有病人来找我，师父加持一下，没有问题，不是我加持你，是我用佛性，所以有佛的力量加持你，这个没什么好骄傲，也没什么好没信心的。但是你一没信心，问题就来了，鬼就找你了，因为你没信心，你把我当鬼。所谓加持是什么？让鬼可以成佛，让冤亲债主去极乐世界，让病人可以好起来，那个叫加持。你看他们现在念得这么热闹，如果不相信会很无聊呢。啊，这怎么鬼气都要挑和了，他们就是相信，每个人都要念，每个人都要敲，这是我们的福报啊。各位，你也可以暗时卖回去，去坐里内底，两个天光拢超多，靠你一个。问题是你无惊，你居然不相信自己有佛性。因为佛陀讲，你相信佛的力量就展现出来。你相信阿弥陀佛，现在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有没有视线？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你不相信，那你就没兴趣，就像一个不信三宝的人，你叫他来参加八关斋戒，如坐针毡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啊，根本动不了，根本怕冷。因为我坐才要痛啥？我老母讲，我若坐完就要十万，我都坐足久了呢。因为差在他不相信。但是各位已经相信了，但是没有深信。啊，坐一下，坐十年嘛，够安呢。不会进步，所以像我是一位主法法师，在每一个场合，我必须坐在那边。我的师父说，坐上去你就是佛，讲话你就是佛，口出莲花，不然你就不要上台，要么不要上台，要上台就要百分之一百。啊，这个要自己要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信跟不信而已，相信跟不相信。如果你相信了，你很有信心，你就会做很多事情，啊，你就会很快的像观音菩萨从初地跳到八地，马上又成就佛地，相不相信而已。当然还有累世修行的功德吧。所以你本来就已经
到这个阶段，我们今天末法能够来修行的人，都是过去修过了，过去发过菩提心了。但是你要愿意找到自己，然后再继续努力。但是生命的敌人是自己，我不愿意去慈悲。佛陀叫我们去慈悲，我不愿意去慈悲，我贫惰，你都不要懂。我愿意去慈悲，然后再加上佛的力量，那你就可以。所以我每次写牌位啊，我都修很大地位，中国大陆马祖整个地区所有堕胎胎儿，我都放在我面前。我现在是阿弥陀佛跟你说法，我现在是不动如来接引你，我现在是地藏菩萨超度你。所以呢，那就会得到很大的超度，因为这是我的信心，佛的力量，一切都是佛。但我们要相信跟悲心，因为我们关心。所以我想各位像今天法会这么丰富，大放生，刚刚仁波切他们还去喂牛喂羊啊，慈悲，也为我们修法讲法，接受我们的供养，而且我们供养，哇，供养到这么大的学院，包括不丹西经，我们的供养力大不大？大，这么多人合起来的力量，要来帮助所有的往生者。既然让我作生，那我们要超度的是所有祖先；既然让我堕胎，我们要超度的是所有的胎儿，要用地藏王菩萨的心来超度堕胎胎儿，不是提纸。地藏菩萨讲，囝叫做几号，你有超度到无？个几一六超度到无呢？很自私，嘿，不是啦，这张才丢了呢。啊，那你就把地藏菩萨的力量很自私的，你从中痛叫去领导从下面通背烫啊呢？啊。那你把佛的力量用到你一个私心上面，意义就不大。那菩提心是超越一切的，所以当他们在念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观想，现在有九尊十尊不动佛在超度，这样会不会超度？100%。当各位在供养红包的时候，我们在供养的是所有的佛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菩提心的未来佛坐在我们面前，哇，你给我几百块，那不得了了。啊，因为你有信心，然后你把这个信心来回向，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。而这回向，他们有没有超度啊？马上超度。所以各位要活在这种信心法喜，那你再你去叫你去做红的，叫你去做秘鲁，没兴趣。啊，现在这外面摆了几栋别墅，几部最好的进口车，最漂亮、最帅的男人要给你。不爱阿弥陀佛，因为我们要的是这种法喜，帮助众生。所以各位，你去百货公司，你唔通讲啊，我无落用，我人咧买好嘅，我无钱，我坐咧食健身股，我坐咧遐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恁大家拢变佛。重点相信有两个，相信对方有佛性。你拿刀子，你要强奸我，你还是有佛性。因为有佛性，透过我的因缘帮你念佛，接触到我，强奸到我，你成佛。所以你在这种纷纷扰扰、是是非非的，大家都是为钱为名在争的世间里面，你很安定，不会孤独，因为你在帮他们助念，明白吗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都让你们赶快成佛。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呢，那就很难。所以有时候我看很多人去助念，我回来就问他：“你给他做呢？我去给了世界，那我可能不去啊？你这赛，你相信阿弥陀佛的力量？唔知呢？啊，这像大条啊！啊，你咧念欢喜，我那知啊，大家都在念这個，我嘛念这個。所以，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，就像这里人要往生啊，咱个肯讲老菩萨，你对我念阿弥陀佛。”一定去给了世界，好唔好？好，会去呗。伊若讲好，就去啊。这个就是信。不管你过去得什么癌症，现在什么痛苦，你相信就可以。这是阿弥陀佛的讲，你相信，要不要去？愿。请问他相信又愿去极乐世界，他等一下断气会不会变成阿弥陀佛坐在莲花？
这是重点。你唔能去讲讲，即个要提起冰口，即个话也温死个。啊，即个个刷掉，你都是在破坏他往生啊！你们迄种话拢未使讲。啊，乌鸦嘴的话都不要讲。不管你安怎去用桥，安怎去用掐弄去破柳生，你相信你都可以去极乐世界。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要念佛。如果不相信，那我们念佛读阿弥陀经有什么意思呢？咱供养哈林这尊不动佛，你替咱超度，安好无大无？好大。那么从这个法器，改一打堕胎，他也讲啊，这些你问哪里？所以各位，你要对佛陀讲的这个法要八魂祭拜信心。从各位都啊供养完，有一位格西在唱诵，在唱诵。我在上面，哇，佛陀在唱诵，你安尼想哦？啊，佛陀的声音遍一切处，因为我老定都听得到梵音，把它靠回众心。所以刚刚我们法师在外面念大悲咒，要观想啊，哇，一大所有无敌法界动物众生、动物亡灵，拢听到大悲咒啊，啊，拢听到心经啊，还拢得到三宝的加持啊。修行是修这個，一粒心。哦，迄个信心跟承担，那你做什么都快乐，都法喜，都不会退转啊、就算要死嘛，死到真快乐，想喏，死就是幸福啊，破病就是承担众生苦，消业，因为你心里在佛法，所以这点嘛，希望大家你卖烦恼啊，就感情变乱啊，你个退转了，阮今暗时无回来变怎，哎，个退转了。你也惊，你也欢乐，那这个都没有好处，因为这代物件是你接触才会欢乐。万法都是虚幻的，得感情也好，得第一名嘛好，得爱国奖官嘛好，今嘛无爱国奖官了，我国早啦啊！所以不管你做什么，这个东西对你来讲都是虚幻的啊！你别去接触，别去摆贴，啊，别去爱，但是呢？唯有保持在佛性，所以呢，接受一切，帮助一切，空性就是接受一切，啊，无分别的帮助一切。不管你发生什么代志，我给你念佛，你一定超度，不做很亏。纯然基本较无信心，来个写百位呢，个写百位，给自己信心。但是哪一天你无时间写百位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，嗡啊吽，嗡嘛你变变吽，极乐世界安尼。其实很简单，观想自己的功德，拢给对方，甲对方念佛，给伊一个莲花。其实这就是超度。咱今日规工所包含在界上供下施，所有的功德，念一遍：嗡阿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往生净土，阿弥陀佛。下课。问题是你有信心吗？我有信心，所以我走到任何地方，我不浪费时间。啊，不浪费雪山隧道路边米压出去，拢变黄金瓮啊！吼，水压出去，拢变甘露安尼。所以就算兰花压掉，甲美起码平复。所以，因为你要有这个信，那这样你心里就很有平静，由信根产生信力啊。所以呢，而产生了自利利他的种种的功德。所以按你讲的意思是，各位唔能够扮演家己，咱修八关才开始放下家己，变作阿罗，变作佛，变作观世音菩萨。你要念习，所以念佛当下就是佛，啊，念佛有快乐不？就快乐。那念佛那欢乐，那许讲那有可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我就没疑心惯啊，搁咧念安尼，啊。即嘛，医生讲破病，你这无有医啊！我见我来念佛，我念佛咯，完成这组吼就超度。恁检查未出来，你安怎检查完成这组？你甲我讲啊！你安怎检查嘛？检查未出来，你安怎检查叫做阴果？你检查未出来。但是，咱相信佛法的人，我念阿弥陀佛消业障，我念阿弥陀佛超度，我念阿弥陀佛随缘死就去极乐世界，我起来就阁累积较济菩提之名。放下，你无所求，但咱即卖人想那么多，各位要叫，会不会叫咱来修八关斋个？
放下身心，放下太太，放下事业，放下子孙，专心修行，你听有无？一字一呀，啊！但是你心内个挂迄个所在，那就无法度。我是为阮子来，啊！你伫厝个拜子就好啊。啊！你著卖管遐济，专心修改。你只回向哦，恁子回向恁翁，唔是干呐回向恁子，全部个子你拢回向会着，全部个老人你拢回向会着。八关斋戒呢，世间菩萨连天神都要来给你供养，何况世间的代志呢？所以要学佛，要有这个信心，有信心，所以承担无问题，我有法度，我来个道上讲，惊惊未着顶，了解吗？有当时啊，人要甲我提物件，啊手就撑出来，我纠正，啊你是要提，扑物件煞落去，甲你扒落，啊你就惊，你 OK， 安尼啦，啊我愿意。承担佛陀的任务，安尼啦。迄个道教叫做啥物来？念字，要跳档来念字，念字就会超度。哎，你都袂惊，啊，你都无念字，哦，代志大条啊。事实上，佛教没念字，佛教是啥物？是承担佛愿，安尼啦。啊，你伫佛面头前佛愿，啊，你就迄个愿力去帮助众生。所以各位千万也不会觉得说出家人有多伟大，因为重点是一个心态。菩提心是无分在家出家，菩提心是承担众生苦，一切有情无情，我有能力承担伊的苦，只要我持戒念佛，无问题。爱有迄个信心啊，但是有的人就是怀疑，那是退转，惊嫁人嘛惊，娶某嘛惊，做生意嘛惊。我叫嘛，惊你看伊赢未赢？啊，什么代志拢烦恼，无信心，安尼无法度。所以我想，先我讲研究佛法，你要了解经典，了解经典，佛要叫咱信，爱相信。啊，这是旧义，这是经典，安尼去做，有什么种的功德利益，你相信，安尼你给他念。所以我再去看安尼死的，迄拢比咱较少年的，迄叫做小姐。人囡仔就出家，嘟嘟嘟嘟，哇，念足好听。我甲阮赞壮师讲，人阿免麦克风，凊彩念念的就好听个安尼。啊，安尼较精致安尼，啊，那叫四个女将来念出四种声，大家乱去。啊，还有信心甲无信心，差遐济。那因为他们就很准。啊，他要做杜母呀，早上修杜母仪轨，我们要让他们。各个这些都得到杜母的加持，所以公开干单就会做一个皇帝无能力，但是伊认为是皇帝，迄是骄慢皇帝嘛，吼骄慢。做一个菩萨，迄毋是骄慢，迄是种个慈悲、承担、谦虚、尊重、报恩，所以他过得很自在。啊，所以魔甲佛差在一个念头，所以我咧讲是。各位，你若伫厝诶，咧拜佛、咧念经、咧供养，咱即摆要供养啊！请问咱咧供养迄阵，十方诸佛有来无？啊，无你咧搬戏咧，咧唱歌戏，咧浪费百分之百。啊，咱供养诶，结果每一个佛拢足欢喜诶。啊，即个欢喜佛就放光，啊，一放光咧，哇！咱的祖先就超度，咱是咧替所有的祖先、所有的堕胎胎儿、十方法界所有的动物、六道众生咧天供养，因会欢喜呗，很欢喜。但是你若怀疑就无法度。所以变我好一个人学佛有信心，当然有熟悉圣经，包括对经典的虔信。你对经典有信心，念心经、念六祖坛经、念华严经。哦，我一定会幸福，我只要按照那个走。哎，那最怕你不念，不想了解，而且有些人是了解但不想做，他认为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可以做那个事情。但是各位记得，万法拢是依幻的，无迄个不变的。啊，这是幸福的基本。念一下，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语，即灭为乐。你听我这个外靠的一切拢是幻化生灭的，你只要内心内底卖去会影响到生灭灭语，你就达到极尽的佛性。所以
这就要聊重点。当然，咱已经合乎了古话，从各位合乎了古话听下恁这句话了。生命电视台讲二十四小时，你看讲够忝啊！那是咱台湾人的福报，下恁这生命，下恁这佛教电视台，下恁这法师。啊，今麦社会网络一拍起来，哇，什么样的教法都有，每一种难解释的都有解释本，可能呀，看你别看，看你别听好不？那现在我们要用的是什么？实际的去相信它，去用它。那是很多人宁可用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个性，不愿意用佛法，不愿意用佛性，这是最痛的可怜，痛的可怜。我甲真侪法师讲，卖收钱，你永远拢未欠钱，你收钱永远欠钱，啊，无收哪有钱？哎，所以我以前去台湾南部出家，我讲你们去念经为什么收钱？啊，一定要收啊！啊，不然他给一百，我们连车资都不够呢。啊，所以算一算车资，算一算，所以要收，跟他讲一千二啊，讲多少钱？那变成颠倒了。我说你不要有这个想法，反正你我们去助念。啊，就有车钱，咱就付付，啊，无就刷。啊，信徒若有供养，那是伊的福报，咱接受安尼就对啊。但是你不要给他定价位，因为定价位，对方也不相信你，连你也不相信佛经了，因为你不相信佛法的不可思议啊，佛法的功德你也先收在啊，啊，所以就变成把不相信变成真理。点顶偌济，迄偌济，迄偌济。啊！现在我们在做十供养，在国外大家都抢买十供养，我都想拢无。师父那个很贵的，我供养一次。这一次我们去澳洲，388块澳币呢，还在排队。那、轮到他，388澳币，将近8000块台币。哎，无你供养袂着，我去台了更加贵。我拢在讲，莫怪这么喜欢十供养。哦，寺庙收入很多啊！啊，后来我就更聪明。规矩叫人一包，一人摕一包，一人一包，拢有拢十供养那边钱。哎，我要打破要钱的观念啊！所以，但是不能把这么殊胜的法拿来利用，那艺术了。所以，我想各位因为信心不够，哎呀，怕寺庙盖不起来啊，怕没钱呐、连出家人都对这个福报无信心，要变哪处理？你有慈悲就有福报，你无慈悲就无福报，你要相信安尼就好啊！你不要怀疑啊！所以一日一夜八关斋戒12种功德，远离病苦，消灭罪障，免除横祸，永离三途，八难边地。哎呀，你要相信一切满愿，最后同成佛道。所以各位守完八关斋戒，有没有种下将来成佛的因？啊，你这个烦恼下面。好像要结婚吗 ？No， 我要成佛嘞，结婚头壳歹去啊！所以医生讲你安怎还随缘，三个月，我刚好成佛，修行在质不在量。我连阿弥陀佛十声都超多，你都不归工啊！所以各位要有这个信心，你有这个信心，你安定了，你可以让往生者安定。你可以让得癌症的人安定，所以我常常跟我们大兄做比喻，说我们大兄已经癌症到八遍都没死，又活起来，指数都变零，拍摄这几天第九遍又压起来，又吃吧啊，我又给他超度啊，超度啊，啊就没跟他说怎样，代表好啊，等第十遍才说。但是我都觉得最高的都不多啊，都可以回到零，这个小 case， 只要相信超度，反正都会啊。但至少我大哥相信我，他相信我，这是我唯一存在的意义。他不相信他自己一点也不好，他说我念到好，你念就好，我很累。经典不是给特殊人念的，佛号不是给特殊人念，他就不相信。好在他相信我。所以说这点嘛，你重点你要做一个让人相信。什么你让相信？因为你相信了，别人就相信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来给咱奉根加持啊，往生者就要超度啊，完成这主就要坐莲花啊。伊对你要创啥？对阿弥陀佛比较好，对不对？